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仙爱唱歌，这里给您最系统、最简单、最科学的唱歌方法。今天呢，我们应广大网友的要求，有很多朋友呢是要求唱《如花》的。《如花》这首歌呢，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歌曲，然后它是属于三拍子的歌，然后它呢偏比较难唱，但是呢，既然有这么多人，我们就把它简单化的去唱。最后一个高音部分呢，到了 High C， 嗨不到 C 的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前面好唱的部位把它唱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进入第一句歌词的一个学习啊。第一句歌词，第一句呢，同样的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把它带进去啊。带进去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咬，然后呢，同时带上我们的一个这块的力量啊，就是狗叫，喂，不，如，花，白，这样去念啊。我们先之前呢一直在训练大家的一个口腔状态的打开，我相信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感觉了，因为毕竟已经出了20多期的一个视频了，前面都一直是在强调一个腔体的打开哈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训练大家的一个腹部力量啊。腹部力量的话，刚刚呢我已经出了一个专门教大家的一个练这一块的视频，大家呢可以去相互的去反复的练习，反复的去看啊，总有一天你能找到感觉。好，那个小狗的这块腹部的一个这一块啊，哇，这一块呢，小狗叫的时候，这里一定是撑住的啊，就撑开的，哇哇，好，而且是非常有穿透力的。我们把这种感觉呢带到这里面去念这个歌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好，要这种穿透力啊。然后我们把它连起来念一下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好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就这种状态，我们把它唱一下，如花白，音准在这里，好，我们来唱一下，预备，这块，哇，这块的力量，哇，好，我们来唱啊，如花白，背走，哇，如花背走，如花白，哇，如花美，如花美，如花美，背走，哇，如花美，好，连起来唱啊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来，小狗叫，哇。如花白，如花美啊！撸一辈走，哇，好，撸一辈走，撸如花白，如花儿美。好，后面是花絮满天飞，花絮满天飞啊！好，一样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来，花像那个小狗的那种爆发力叫，哇，花，哇，絮，哇，满。哇天，哇飞，好，你们的腔体一定要带上啊，这里是一定要带上，别花絮满天飞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一定不要这样子，一定是要，一定要这样啊，把口腔也带上啊。如果是新进来的朋友呢，你们可以去前面翻一下我的那个一期一期的教学视频，都是那个层层递进的，层层递进啊。科学系统的一个发声方法，就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教学方式啊。好，你们可以去前面看一下。好，跟上的新同学来，我们一起来，花絮满天飞，用小狗叫，花絮满天飞啊，预备走，花絮满天飞，好，这一块啊，花絮满天飞，好，这种啊，花絮满天飞，来，我们唱一下，音比较高一点啊，花絮满天飞，好，花絮满天飞，弹不了钢琴，他在捣乱啊！我们来试一下，来小狗的感觉，花一背，花絮一背走，花絮满天飞走，花絮满天飞，这里啊，花一背走，花絮满天飞。好，我们把第一句跟第二句来一遍啊，如花白一样的，如花白。
芦花美，花絮满天飞。好，芦花白背走，小滚，芦花白，预备，芦花白背走，芦花芦花白，芦花儿美好，花絮满天飞。好，后面是千丝万缕意绵绵，千一样的啊。我们把那个路上彩云追，这个呢，这两句教完啊，教完，一个一个字啊，千丝万缕意绵绵。好，一样的，像这个呢，它这里的爆发力就跟那个小狗叫，千万千丝万缕意绵绵。你们不要快啊，这是因为我已经有多年的功底了，所以马上能找到这个感觉。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念啊，你们一个字一个字跟我来，一万千万丝万缕，想好了再说出来，意绵绵。好，整体唱说一遍。千丝万缕意绵绵，我们把它唱一遍啊。千丝万缕意绵绵，好，千丝万缕意绵绵，千丝万缕意绵绵，预备走，预备走，千丝万，预备这里啊，走，好，哇，千丝万缕意绵绵。好，后面是什么？路上彩云追啊，路上彩云追，大家呢可以去听一下这个啊、哦、路上彩云追，路上一样的啊，我们像那个狗叫，哇，路哇上，好，彩哇云哇追，好，路上彩云追，把连起来，哇，路上彩云追，好，接着啊，路上彩云追啊，路上彩云追，放在歌词里面，预备走，路上彩云追。好，我们学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把这整一个前面的应该是两大句啊，来唱一遍啊，来唱一遍，芦花白，芦花美，花絮满天飞，芦花儿白。小狗叫啊，芦花白，预备走，带进去，芦花白，芦，预备走，哇，芦花儿白，芦花儿美，花絮满天飞，千丝万缕意绵绵，路上彩云追。好，希望呢今天的这个教学视频呢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